在地铁站，巴达都没钱了，要去充钱。然后今天呢很近，就去佐敦，就离旺角只有一个地铁站。然后去采访一家网龙的下属机构，网龙大家应该很熟了吧哈，一个下属机构做 AR 的，就是做一些手机智能的一些公司，待会去看看有什么好玩的。多坐了一站到尖沙咀，这样离我们要去采访的地方会更近一些。像我们到了这个洛斯佛台，哎，妹子跑挺快的。你们昨天还好吗？哇！啊，为什么？你说采访吗？采访跟你们采访没有，工作都没有。可惜他是走路吧？平时走路太累了。哦，刚才来的时候。不是刚才，是昨天。这几天一直在走，都在走路。哦，最累了。有一个生态平台，国家对呢啲嘅部署。我们出来了，拍摄结束了。然后现在走的这条街就是叫什么来着？忘了。洛氏佛台。哦，洛氏佛台啊，很多香港年轻人原来都在兰桂坊啊，现在因为兰桂坊有很多大陆游客，所以说香港年轻人就不怎么喜欢在那个地方了。然后像这边这条街就是算洛氏佛台这边的酒吧街，包括这个上面的大厦哈，电梯坐上去打开也有一些小的酒吧，像这边年轻人会比较多，因为我们现在是白天嘛，等到晚上的时候就很多妹子了。所以说在香港这个公共场合不能乱抽烟啊，要不然就像刚刚看到一样的会被罚哦。在登记身份证，对，然后最低是罚，最低罚1500港币到5000港币不等，看你态度决定哦。我们还是来吃了这个跟我们福州很类似的吉野。家其实跟在福州吃其实没什么差哈，还是一样，不过还可以。我们现在从尖沙咀出来，然后到了鲗鱼村这一站。今天下午的主要任务就是去拍香港电讯，然后会去到他们的一些机房。嘿，就是在这上面了，我们现在去找路口。嘿，我们到他的总部了，现在发现一间采访的房间很屌，有没有 HKT 的总部。哇，这是他们接受媒体采访，不过我们会选到一个比较更有亲和力的地方。还挺好玩的哈，我们过会儿就可以开始采访了，先不聊了。找一个网站，右方的生态网站第一个是什么？OK， 现在我们坐上酒吧，他们派的，然后去一些机房之类的这种电讯的场地去拍一下。我刚收东西的时候。这就是香港电讯的控制中心，你们刚刚看到还有一些微信的流量啊什么东西的，好复杂。我们来到将军澳，它的另外一个餐馆这边应该也是这个香港电讯的一些部门，具体我也不太懂，先我们先进去看看。
这边其实就是数据中心啊。我们差不多工作结束了，准备撤。客户的车帮我们送到了就近的地铁站，我们在将军澳这一站。然后今天晚上朋友说要请我们吃大餐，我们看晚上吃什么。我们现在在将军澳，然后要坐到这个吊颈岭，然后去到万角。吃一个饭还要走三层楼梯，因为电梯坏。我的天哪，到底是什么？为什么那么好吃呢？就是因为这里要先吃鸭子，先喝汤，再打边炉。好，大家请看一下，这里全港首创老鸭炖汤锅，先饮靓汤，后打边炉，挥彩。好不容易吃完饭过来，想来波鞋街看看鞋啊，看看衣服，居然开始下雨了，好郁闷。明天早上还要继续拍采访，先下雨了，不好拍了。好，那我等等再跟你们聊。